放这个头，可是中间要放这个，看一下，17797，哎，撑不住，第四关撑不住，哎，19364可以了，可以撑，第四关可以撑就好了。来啦，先消这个暗跟。看，只有消到暗了。哦，威力差那么多。三，你不消三鼠吗？看错了。来个光吧，再来个木。其实 MH 会出这种卡牌的，它其实有它用意的，它让那个手残 的一些人也有办法可以享受这个游戏啊。只是八凤凰出来的太 OP 了，这我必须讲。八凤凰出来的太。有点破坏掉平衡。流星哦，如果运气不好，今天就马上关台喽。所以你们要保佑一下，不要那个断星啊。非常好，全部切开哦，一万多哦。哦吼，完全没天降，这个厉害了。这个已经叠到一个很叠了哦，我觉得有点危险哎。哦，就在两组哦。看起来那么惊险啊！这个关卡，留多一点那个对攻击数给我。哦，所以不是抽了黑火焰或暗火焰就天下无敌啊？记得，对你看，你像我个人是本身是不太有办法驾驭黑火焰的。黑水岩啊，够不着的。棒！消整版哦，对，就是尽力就对了。凡事但求尽力啊，问心无愧了哈。哦，漂亮漂亮！再来，把它消光，火的哦，这水的暗的，看这暗的那么远啊！那个火的我来不及消啊，不要躲。不错啦，这种队伍可以帮我争权多了。我觉得好像比黑水岩来打得轻松很多的感觉。哦，好像是这样啦齁。代表我刚刚一开始那个分析的没有错嘛齁。带这种卡牌就对了。对不对？是不是我刚这样有没有巴比伦嘛，他加秒数的，或者是二消三消之类的。看你老师，这出子会不会太少了？
哦，漂亮，这波亏袂使啊！我感觉按住无够。但他能够一波 KO， 我是不会介意的，我是不会介意的。KO 不掉也没关系啊，就是随便随便，轻松打轻松打，不要有压力，不要有压力，千万不要有压力。其实现在有没有很多人有种感觉？就其实还好，没刷黑水也没什么啊。对，懂吗？应该会不会有人有这种感觉？我来试一下，手消六哈，一二三四，靠北，喂，糟糕，球大，看来我只能在这一关一直硬撑，就下的意思就对了。哦，有六 combo。等一下被他锤一下了，说实在话，会被他锤，至少锤一下，至少。嘿，哦，哦，哦，解开了，解开喽，有机会喽，各位，机会来了啊！哎呀，失误！哎呀，我失误了！哎呀，这一队就是啊，失误杀手啊，失误他把你救回来，因为他会一直切开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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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开。哎，你懂那个意思吗？他一直切开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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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开，所以不用太担心啦、啊。因为那个空天降的问题，这队给这队是摆明的就是你完全不知道下回要降什么鬼啦，要降的整片都是，所以不用太担心啦、啊。靠这个童话，你就看你。那个都是随机的，那个没有一定的。龙克啊，挤满哦。漂亮，我是要挤龙克，我是要断，我断出了耶，干他们要走了，他们不走就是我走了。应该不会零 combo 吧？对嘛，对啊，他不断我就要断了啊，开什么玩笑啊！你再不断，龙科脉动，给我跳起来！叮铃铃铃铃铃铃，不行，我们要谦卑，谦卑再谦卑。一波七，我们留在下一回合。这回合按住太少。准备好了没有，各位？给我一波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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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波七。算，现在虽然说还有三七，七八三七八，37,800的观众，欢迎！我刚输进外面是386，好不好？加在七八已经过去了，给我一波七啊！一波七，我们要一波七把他带走，让他连他妈妈都不认识他哦。准备了，刷了，刷了，刷了，一波七哦。的那种概念哦，一波七啊，各位，感有点紧张，不好意思哦。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继续啊，继续啊，继续啊，继续，对对对对对。
我不能对不起这波棋。刷了个掉，我绝对不能对不起这波棋。来，我看到你们的棋了哈。这波棋我绝对不能对不起这波棋。来吧！欧了 ！K！ 哎，一样跟刚才一样的效果，这是跟刚才一样的效果。对，大概是这样了。对，跟刚才一样。那第二波才会 KO。哎，对，第二波。对了，没错了，没看错。欧了 ！K！ 哦。看来这个王他有意思，就是要带出这样的效果。